load again 一下，我先把我聊天室清一下。哎，挂掉了，等一下。订阅罗杰什么都没有，哎，也没关系啊。订阅我也不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啊，反正我就做自己啦。好，我们乐 continue。我们今天要跑的是《黑暗灵魂》的《黑暗灵魂3》的 DLC， 在10月25日发布的《艾雷德尔之境》的 DLC 啊。好，它的位置是在教堂的地方，它的位置是在晋升小教会这个地方。没关系啊，大不了就继续吞石头而已啊，反正抽卡游戏本来就这样子啊。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NPC， 你购买了 DLC 之后可以跟他讲话。对，那你跟他讲话之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带你到新的地图了。Now, Ashen One, I have a kindness to ask of you. My lady lives in the cold land of Ariandel.I need you to show her a proper flame that will burn the rot away. If you truly are ash, then it must be fire that you seek. 答应他的请求。Ah, thank you. They of ash never fail. Just a moment, then.The painting of Ariandel. Well, rotted scrap of it, that is. Go on. Take it. Touch it. Ooh! 他们好像诈骗的。超像诈骗的。And then the ashes were too. 灰烬就成霜了。这感觉就是一个故事啊。是我好像没有很懂。安安，安安。那我们出来看到的画面是这里。好。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看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但我觉得我有点胖啊。是不是负重太重啊？看一下。现在的负重有52会太重啊！我不知道，我现在拿的是大剑，我平常是拿直剑，今天拿大剑看看。哎呀，好，试试看。听说有玩过一代的会懂这个地方是哪里啊？艾雷德尔的绘画世界。哦 ，DLC 在这里啊。新开个地图叫做《艾德雷尔的绘画世界的雪》，是吧？啊，
哦，干！有人投射我！哎哎哎哎！救你救你救你！我操！哇！然后呢？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先随便走走吧。没有山丘吗？照理来说，应该会有一个可以爬的之类的吧。这里吗？嗯，不是啊，这里也爬不上去。往有火的地方、有怪的地方走。对对对对，怪有点多。哎哎哎哎哎！不太妙，不太妙，不太妙！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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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哎，太痛了吧！哎，不开玩笑。干，装备这太重了。My very... oh. 安安，扎拉，零零，偏向一代。对啊，听说是跟一代有关联啊。重点是太他妈太强了吧？等一下，我觉得我拿这把就不会用啊。还是换回我直剑算了，可是我觉得想要试试看大剑。喂，过来！我要看看，我看看。我也找不到路啊！我现在一个选择就是、不打怪往前走好了。但也有绘画世界哦！啊，不，这是新的路吗？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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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已经有点搞迷糊了。绘画世界的意思代表这边都是假的，所以我能理解这边一堆人要冲向我了，对不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过来啊！过来！
哦，有点多，有点多。我觉得这把剑有点难用啊。我决定不用这把剑了，这把剑超级难用。就我进入画中的世界，是不是？我知道，我知道。OK， 好。哇，真的是大剑，我还用不习惯。我换一下好了，换回我的直剑好了。哎，直剑，直剑。还是直接挥起来顺手一点。哎，真的是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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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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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哎！先干那个活人。哎，八七，哦，哎，真他妈的有够硬哎！盾牌拿开呀！哎，空挥。不，我就过不了啊！真烦嘞！要偷射啦，真的是八七耶！就你啊，在偷射！行，好，再来，再来，再来。好的，然后会遇到很多狼狼。其实我们避开它就好了，是的。不要叫，不要叫。然后往前走，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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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人要来啊，他妈的太大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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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防不住哎、欸！哇、哦！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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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哦，他是双狼是不是？哦，所以砍死小只就可以了嘛？原来如此啊！
开玩笑，这个 DLC 非常的难搞。哦，来来来来，单挑啊！啊，嗯，嗯，赢了赢了赢了！啊，再来啊！这是第一轮的，对啊，我第一轮的第一轮玩到158级啊。哎，其实应该是第二轮呢，哎，应该算第二轮，因为第一轮我有一次按到，不小心落赛，所以应该算第二轮的。等，太痛！要死要死！啊，要死人了！啊，死了！我觉得不能打怪，我觉得打怪没完没了啊。DLC 跑图只要有隐形跟魅惑就稳了。哦，我们要重跑一次，开什么玩笑？看来只能不打怪跑图了。决定了，决定了，不打了，不打了。这个怪感觉不是跟你在打的，哎，根本打太不友善了。哎，不打了不打了，不要射我！哎，走开走开，狼狼走开，不要过来！啊，不不不，好像过来了，不太妙啊！慢慢慢慢慢慢慢。紧走，紧走！不要！哦，有一只过来了。过来啊！嘿，过来啊！过来啊！嗯。呀！啊，跑跑跑，先跑先跑！再会遇到一只大只的，这个，嗯，这个我们绕过它好了。哎。哎，这两只受不了！啊！别！谁投射？哇！楼顶有弓箭手！不！被看到了，干跑！你是可以讲话的吗？啊！不要！哇、哦！他进来，他进来了！啊！后面还有一只啊！操！哎、欸，不行！一只而已，就受不了，还两只，操！
啊！等一下，怎么样子？不是吧？好，我已经知道路线怎么跑了。这就跟第一次玩《黑暗灵魂》差不多感觉。这种对这种不熟悉的地图，你知道吗？我其实不知道跑到哪里可以存档，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知道一个明确的存档点，就很简单了。但是当一个面对一个出自一个陌生的地图，去死啊！我不是故意跳崖的、啊，不小心跳到的、啊，所以先把这个家伙干掉比较好吧。哎、欸，来，来来来来，哦，不！我干，背刺。再砍你两刀！哎，不要拿盾牌攻击人呐、啊！碎，厚重宝石啊，可以的，可以的。你知道这 DLC 会五个小时吗？就是因为它这怪物太强了，你知道吗？有没有火啦？都没有火哎、欸！哎、欸，又在那偷射！哎、欸！我看到路了，看到路了。往上跑，往上跑！冲啊！哎，不要！上面还有一只大只的！麻子，麻子！哎呦！哎呦喂呀！呜！哎，他妈还跳下来！看，有病啊！哎、欸，等一下，等，又跳下一只。OK， 干掉。好，再来。总觉得这边会有什么大事情。就这。有火？哎、欸，没有火，应该要火了吧？我觉得这边应该有火。哎、欸欸欸欸欸！不！去死去死！哎、欸，哎、欸，哎、欸，我打死他了，怎么我死掉了？哥，要重跑一次，不是吧？哦，真是 shit！啊，好了，我们再跑一次五分钟吧。这个图大概跑一次五分钟。
你刚刚离火点一步之遥，干，真的假的？因为照理来说，那种地方应该会给一个火把之类的，不然他妈地图太长了。这里吗？哎，对对对，我走错了。然后走这边，再给他一个转弯。ここですか？这里的树都是吧？不是，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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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妈子妈子妈子！没有火，没有火啊！火！没有火啊！只有狼啊！跑！这打不完啊！这地图绝对不是给你打的，绝对是在弄你的啊！下午好，安安。这地图绝对是在弄你的。我走另外一条路好了。这里吧，往前走。看一下，前有萤火。好的。等一下哦，这吊桥被断掉。等一下。前面需要挥砍，所以我冲过去的时候，就会有一堆人从后面追过来，对不对？不，已经有一只了，跑！哦哦，这个峡谷真的不错哦，很壮观的峡谷，不错不错。我们望一下好风景。那里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有看到？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到下面，有没有看到？我想下去看看。吊桥明明只断一边，应该撑得住我的重量啊！真的是哎、欸！这样的话，就只好往前跑了。我们还是用一般的冲法好了。先下去那边那个地方，然后再过吊桥，再砍掉。
觉得怪真的太多啦，我觉得比之前那个古龙之顶还多一点点，然后而且那种地图设计很恶意，这绝对不是让你过的，就是你一直一直打一定会死，而且他那个怪有个恐怖，所以我觉得这游戏是在跑图，你知道吗？这个 DLC 应该是要跑图，然后看剧情而已。好的，好的，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这里，一公厂，接下来梯子很有用。这里，好。安安。周凯，周凯，这什么东西？干，好恶心！干，超恶！丧尸死了。这好像还有一个梯子可以下去啊！看一下，梯子，这边啊，怎么过去？哎，过不去啊！跳下去，对不对？跳下去应该不会死吧？会不会死啊？等一下，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爬，不行哎、欸，能不能火烧吗？试试看。他妈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啊，我的 Night Ball 不知道是不是挂掉，看一下。是不是我那一波忘记把它加入到退群里面了？稍等一下啊 ，Login with TG， 应该是我的那一波没有进来吧？哎呦，应该有了吧？哎、欸，我的那一波真的挂掉了、欸，等一下。哎、MOD Nightboard， 好 ，Nightboard 应该有了，看一下安安。哎、欸，看 Nightboard 全部死掉、欸，哎，为什么 ？Why？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 Nightboard 好像挂掉了。看一下、哦。LB， 哎、欸，那一波不理我哎、欸，那一波 is already a model for this run 啊，算了，不管他，好，你说什么？台主，我建议你先过吊桥去教堂，教堂侧的吊桥砍下去可以爬下去，向地下墓地，我照，嘿嘿，那一波死掉了，不管了、啊，我自己想跳看哎、欸。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自己跳下去，我不会死。我觉得我不会死，我绝对不会死。对，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好，一、二、三。会死，好，会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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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血量不够多啊！第一游戏有一只凤凰，还有一只不错的王。如果最后打凤凰，这第一游戏跟你讲只剩下粪了啊、哦！我现在连跑图都觉得很粪了。好了好了，我乖乖跑图好不好？那个吊桥看起来不是可以下去的。好啦好啦，我先过吊桥去找个萤火好了，不然一直重跑这个。我觉得那个高度不会死啊！你看我这个精美的血量，对不对？你看我这精美的血量，怎么看都不会死啊！
不是啊，我的那一波不知道为什么加不进来聊天室，很奇怪啊。好，走开。是没错啊 ，DLC 你既然都买了，当然是要多多的探索啊。啊重点是我现在连找还没遇到王，我都觉得鬼畜鬼畜的，这关卡有点鬼畜啊。先过吊桥，对面的教堂应该有东西啊。好，先过吊桥，就是那个梯子感觉下不去，你知道吗？它两个梯子是不相连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不相连的？没有。这边这个下去之后呢，到右边那个地方盖就是有一把卡住嘛，不相连，所以它应该是隔开的。基本上给它砍掉，好，然后它会断掉嘛？好了，啊，这可以爬吗？可以爬，可以爬，看一下，下去看有什么东西。超高哎、欸，看，真的超高。哇，这确实会摔死。前有宝物，屁屁屁！看一下，我要给他差评。二评是哪一个？这个吗？哎、欸，对 ，yes， 干！啊，等一下，然后再来去前面。可以走下去哦，真假的？我觉得这走下去是条不归路哎、欸，可以走吗？会不会走就不回来了？所以新番有推荐什么吗？对哦，其实这一季我都还没写，不好意思哦，看一下，会不会走不回来啊？你是来听听看有什么新番比较好看的，是不是？说实在，我目前看到目前为止也就四部作品，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四部啦，有几部是作品类型不错，但是不符合我的胃口啊。对，就它没有太多的话题性啊，它也没有太多的讨论热度，但是你就是看起来你会觉得蛮舒适的这样子。不好意思，真的还没写嘛？这礼拜在忙，这礼拜在弄其他东西啊。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就是那个静女是一个静女之后，再来是吹响吧上低音号，然后是少女编号，然后第四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那个无畏魔女，不过她炸掉了。然后长崎美美我也觉得不错，但是她也炸掉了。所以呢，我推荐的是三月的狮子，哎，三月的狮子，亦或是一个叫做灼热桌球娘的，哎，不然其他我这节都还 OK。三月的狮子，我个人是没有特别的爱，但是它的制作水平还是不错的。
稍等一下啊。WW Walking 我觉得也不错，哎，不差不差，但是没有到会特别让人期待下一集，因为它每一话跟每一话之间的关联性，我觉得没有到很大，你懂吗？就是说这一话一个剧情这样呈现出来之后，你下一话没有一个铺陈，你不会想去期待下一周的东西。这里应该会有个火把吧？等一下等等，你在干嘛？就你就你就你，你在干嘛？可以讲话对不对？我知道，看起来很帅哦。You look to be unkindled. 跟我长得一样。No bell tolls, and yet you've slipped into the painting. Oh, no matter. If you've lost your way.The words of Lady Frida will guide you. Now go on inside, show respect and listen carefully. Okay, okay. 没有啊，我有推无畏魔女啊，但是我说无畏魔女炸掉啦、啊。她不是因为制作日程的问题爆掉、啊、爆炸了吗？加上银链的 3D 作画，我说真的没有到特别的优啊，尤其到了第三话，我就觉得有点 KK KK KK。好，然后要跟这个修女讲话嘛？哦，这已经有一个传点了哦。看一下，这里叫做教堂嘛 ？OK， 好，没问题。前有正面交锋哦，所以讲完话要打架了。Welcome to the painted world of Ariandel. I am Frida. I have long stood beside our blessed father and the rest of the forlorn. But forlorn thou seemest not, Ashen One. I know not the missteps which led thee to this painted world. But thy duty is all, and thy duty lies elsewhere. 你身负使命，但与使命与此处无关。回到您该去的地方吧。需要打架了吗 ？I presume it visible to thee, the bonfire here in this room, a meek and faded thing. 呸！啊，你叫我回去，我回去。我 DLC 买假的，是不是啊？怎么可能嘛！我他妈不先砍你！哎，不见了，坑爹啊！好的，然后好的，那 Vivido 只是因为第四话有一个话题，然后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但是我会不推荐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这一个系列的动画，你知道吗？魔法少女这个系列已经很久了，有些人可能对他整个世界观架构不清楚，我觉得就不会好看。那少女育成计划呢？我个人是没看啊，就有点蛋疼，有点蛋疼。那然后呢？现在是要干嘛？教堂进来了，那先出去吧。看一下后这一个。What's keeping you? Show respect. 可以跟他打，对不对？我知道。Why you miserable mad hollow？ 没想到你已经失去狮子，不是中幻人。Without a bell to guide your way， 干，我觉得都是假的。好的，好的，我失智了，我失智了。游魂宝石。那教堂走完之后，这边也没东西了。教堂里面没东西了嘛？哦，那就要转移地点了。那就是刚才那个另外一边那个吧。黝黑哦，听说那个原作剧情，我看了一下，好像雷他吧，好像最近的一个展开还蛮劲爆的，好像有楼梯，真的假的？你说教堂有楼梯哦？我觉得楼上有东西，应该是有楼梯啊，怎么可能那么小？看一下，你说楼梯是不是？看一下，
我找一下啊，这个吗？不是，这个门过不去嘛。然后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确定有楼梯吗？这是最新的 DLC 吗？对啊，哦，在在在在在在在啊，这墙壁上哦，看超级不明显。好的，然后有可爱的家伙的预感。太阳万岁！哦，这里如果摆个什么姿势应该可以，可以拿到什么东西之类的。摆个踏上古龙的道路。嗯，好，没有任何东西哦。可是上来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有啊，这个画吗？不是啊，跳出去吗？所以这里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就这样子一个东西哦。对啊，没东西啦。看一下啊，有人说第六轮还是很难哦，打了三天哦，哎呦！好啦，重点是这边没有东西嘛，可以回去了。再来，回去吊桥那边吧。在吊桥那个有一条大路，我说可能走了回不去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观众说的那个吧。就这里。好的。我差点摔下去。等。啊，这里有路，这里有路，有，我看到路，看到路了。他妈，谁射我箭？哎，有箭啊！这根本就恶意啊！痛，太痛，太痛了吧！过来！我要插你屁眼！看一下，好，然后往这里走吧。哎，这有路，这路。跟下去了，然后路上会有箭。就那里，就那里，就那里，就那里。不要乱射啊！阿卡是不是啊？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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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欸、不要，为什么你还可以换武器啊？哎、欸，没摔死，哎、欸，还好还好。哎、欸、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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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好的，再来呢，看一下。你以为是最后敌人吧？接下来雷很有用。哦，所以要打了吗？雷很有用哦，可是我他妈已经没有雷子高了。有有有有，这个暂时快速强化雷属性是这个，闪装的黄金松子，好了，将就用一下嘛。所以我本身就大剑就有了，换大剑就好了。着火，有火，真假的？好好，没关系，没关系。一次打过就不用火了嘛，对不对？太聪明了吧！哎呦喂，哦，原来是守墓人哦！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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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小狼狼！嘿，冲！好的。干你老师！再来！大狼啊！不不不不，你他妈还有还不要脸不要脸！死了死了死了！啊，真的是哦！真的是哦！可以打赢啦，可是重点是大剑，我真的挥得不习惯。再一次吧。等一下直接 rush 过去好了，这边先换个武器。
边直接 rush 过去。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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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那没跳好哦。好啦，楼梯，楼梯，楼梯。我要 speed run。哇！哦，好痛啊！射皮射啊！射皮射啊！发起！都是那把剑啊！啊、哦，这烦哦！他妈就快到地面了，就弄我！这个地图谁设计的啊？真的是各种高崖悬谷，跳下去就是死掉啊！不要射我！警告你哦，不要射我！看到火了，那就不跟你打了。走开，走开，我不跟你打。跑跑跑跑跑跑！看到火了，看到火了。火火火火火火火！蹲。啊！终于啊，啊，终于啊！然后我们要换长剑了呀！
沙利文竟然是画，真的假的？沙利曼，来了来了，大只狼狼！哎，不要不要不要，有话好好讲，有话好好讲。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我没办法闪啊！冷静点，冷静点，冷啊！要死了！别来别来别来，好的，哎呦喂呀，看，啊啊，失手啊！失手啊！失手了，失手了。重量压在70以下。哎，看一下，现在是 50.5 啊，是没问题啊。重点。还是朗朗比较太靠背了，好吧，再一次，再一次，现在要逼我脱妆就对了啊！可是我不想脱妆哎，不然不要拿头盔好了。啊，这样顺多了，这样顺多了，至少还可以翻，够了，够了，够了。女大剑士，狼，你先过来，你先过来，狼，你先过来。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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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嘎嘎嘎嘎嘎！中了，中了，中了！
不要，他要叫狼了。好了，剩狼了，剩狼了，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有话好说。再喝，再喝。干！看来不能弹刀啊！这个朗朗比那个人还强啊！水流大师兄，哦，不是我在说啊，那个狼有点难搞啊。够几盖，够几盖。那个狼的动作很单调，但是很烦的。比那个第二个 boss 的那一只冰原的那一只，像是波尔波的那一只，还要痛一点，还要烦一点。谁哦？人有不擅长跟擅长嘛，我这只就特别不擅长而已嘛。我看被背刺哦，刚刚死了。要死要死！好了，剩狼了，剩狼了。为什么不能不打狼啊？点啊！再给我一点点血就打赢了，我找到诀窍了。再一次，再一次，可以的，可以的。反正我还有一郡，还有一郡，还有十九个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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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够几盖？够几盖？我觉得我这次就打赢了，这次就打赢了。我来看看，
要叫要叫要叫！好了，圣狼，圣狼，圣狼。好了，再两次，再两次。再来，再来，再忍，再忍一下，再忍一下。好，回刀，中。哎，要中，要中，很高。干，差一下。差一下，哎呀，真的是什么？怎么第几轮？嘿，我这是第一轮的账号，应该算第二轮了，应该算第二轮的账号了。哎，干，差一下，灌水流。猜一下，前面该耗太多时间了。差一下，没回到。有了，碎了。哦，终于啊！好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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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谁说灌水流的啊？我他妈只灌了四瓶水哦！好啦好啦，下一个下一个，继续走继续走。为什么会好怀念啊？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怀念，因为我没玩过一代。什么拼到硬按钮技术啊？我用大剑的硬直，
剑的硬直加上我前面的翻滚，懂屁呀、啊！你以为是英雄吧？啊，好可怜的家伙！哎、欸，给他好评。果敢心还不错玩，是不是？果敢心，果敢心，心心心心，这个、啊、看一下，哇，好多好多个盾牌、啊，嘿嘿嘿嘿，嚯，哎呦，不要啊，挥起来是没有好玩。还是我的大剑好玩啊。好啦，重点是现在再来要去哪里呢？我看一下，迷路啦，迷路了，要去，去哪呢？上面吗？安安 ，Marker 250啊，二二二。